没有，主动啊，你实在真牛啦，也这么简单，就将李家堡的高手陈龙给抓来啊！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对了，主动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即刻将陈龙来处死？好、哦，陈龙竟然想做伙，陈龙伊会发现，这比我差三分。卡苏大王，哪会当劝伊来跪啊？对大王的实力来讲，是如同猛虎添翼。哦，兵、嗯哦、啊！猛虎添翼的意思就是讲，亲像老虎生死同款，什么人嘛，不是你大王的对手啊？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，我念的就会当做皇帝啊啦！吼，啊朱芳，父王现在对你足好诶，竟然将凉州上盖世的虎蹄树予你，连我这个亲生查某囝都叫要吃醋啊！哦，朱导，我感觉这边你倒来凉州，我亲像改变未少。收集的所在，除了大王，只有你知影。你是不是会当？你免着急啦，金秀官人，我等了两天后就给他成婚。我若是成婚了，我做人来跟你讲啊。你尽管走远点，得得晚婚。嗯，阿哥。
你啥会记哦？当然是想阮娘哦。我唔准你会想过来，搁去想迄个梅清风。陈公主已经让吴主刀拍伤重伤，轻为亡夫。二弟啊，等一向足智多谋，但唔过去想办法，好将陈公主救出王府啊！大哥，你免担心啦，那陈公主的性命绝对无危险啦。嗯，弟姐，嗯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当然会知影，因为有……哦，嘿嘿，我袂用个讲出来。吴主刀伫咧上南山的时阵，已经甲我表明过心意。原名报贼王，暗助义军。伊将丹龙擒回王府，分明是为了要处死贼王，暗中一定会找机会将伊救出来。李姐，你是咧想什么啦？你讲陈公主没有性命之忧，是因为有什么人呢？这，恁三叔啊在遐，一定会找机会救伊出来啊。有无？弟弟啊，啊，忽然间这出糊涂啊，啊，三弟咋行啊？目的是要泄露出的贼王的信任，同我趁机会啊，清洗贼王，伊要哪敢去解救陈公主啊？大哥，你安啦，唔免担心啦。陈公主的安危，包到我的心上就是嘛。王夫人，对待清风道人的主动。可见，伊早就甲贼人勾结。大孙兄临死以前所讲出袂去甲报人心哦，大家人拢认为是吴主刀，但若我明白大孙兄所讲的是吴素玲哦。
师父回来，一定有办法治好我的内伤。李伯祖，因在什么所在？因即马伫个。唔当假讲。小慧，张公子，我说你是奸贼，泄露秘密，出卖你家伯人就是伊。即马，伊有搁放了。清风夺人的命令，你来向伊探听阮师父因的忠心之处。伊的目的是为了要将梁九的义军一网打尽。所以，我大公子，我绝对无冤枉你。大师兄临死之前所讲的那些，并不是我主导的。你是姓王氏的阎王，不算你知我真介意，所以你利用我分出这段秘密，毁掉李家堡。我问你，慢些，阿小伟，我袂跟你动手，就总讲。就是讲，你要找我算账，以后还阁一个机会嘛。你应该先叫陈公子。哎，我这这里无，今日三个也太多啊！警察，别搞别啦！大哥，警察。兄弟，这明星是华星辉，都在那里，咱快快点的。经理，告诉他，我一下，有道是兵不厌诈。现在你不用，你干你那种心情。这是一个上佳好的办法。
我操！我操！是啊，你的手段虽然有较凶淡薄，也毋过为着要按照离婚，也只好如此。你拢知影？无毋对，你的用意我拢知影。你会安尼做，是为着要丹龙痛恨你，和迄个信任你。你为着天良正义，来伫咧暗中离婚。也毋过，为着要救你的爹亲，你不得不另保迄个。诸多的用心已全知。我没什么离婚家，红姑娘就比不是你的真名，速速说出你的私情。